길만 알려줘. 모든 상황에 대비해. 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실수에서 배우는 법이지. 这位置站着干啥呀？直接在这儿站呗，看着人往左走，打野扶一个，开个空调。 你有预感今天能上大师，如果上了给你一个波波，他不可能上。你是不是有精神病？啊？来吧，吸吧，疾跑开了。 剑魔并更大，剑魔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你要死了，小伙子。我是有闪现的啊。他不太往前上。 这干嘛呀？啊，能玩了不，大哥，一个人打出杀技能？靠，玩游戏真累呀！ 기다렸다고. 上去 EA Q， 走了。 他死了，我直接 W 就出来 ，Q 一下 ，EA 死定。这烂呐、啊，这兵线实在是有点太烂了。 没个玩意儿，这兵线一直控在这儿，我们推不过去，还我是个刀锋就好了。行，回家了。
或者是福爷哥帮我们赶开一波。哎呦我操！不行啊，我不太想回家呀。但打野也没来，算了吧。正好这波兵炮车兵他应该推不过来，还行，我们可以回家。总说刀妹一般也没见你玩过，我不会玩啊，我会玩我不就玩了吗？那刀锋阿卡丽剑尖这不是永远的痛吗？还不如再见，我打了。你干啥呢？你这波闪现送我，我实是没想到，我不追你，你还追上我了是吧？我不去闪现杀你，你还要闪现杀我？这电剑魔就是典型的上马的卡牌，我只能这么跟你们说，典型的卡牌，这就是卡牌代师。哦，这一枪有这么痛吗？反正跑不了了，怎么跑不了？他有闪现，他肯定能跑。我一上来平A，抽一下。EA 抽，好，是他一段抽没关系。W 上来平A点烟 ，A 接抽。不要用技能啊，直接 EA 死他。그게전부냐？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。我要是个刀锋，这波线也推过去了。可真难呐！哦，小亏一层就小亏一层吧，这就是没有带传送的痛。嗯，那就是没带传送。你干啥呢？
我不是说非得居高临下，兄弟们，你们说就这建模的这个水平，我说那腰的是个屁，有毛病没有？我打他们是不是就跟玩一样？我狂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不可以狂？允不允许我狂？还跟我打？你是觉得又行了是吧，小伙子？你等我去吃狗屎去！你等我吃狗屎，我回来找你。上去找他去，这波兵不能不吃啊，这波兵得吃。A Q W 牛平 A 平 A 套点盐平 A Q 一下 E 闪现 E A， 就你有闪现吗？干哈呢？你瞅那个样儿吧，你干哈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来来来来，福爷哥把他杀了，他不回家，过来来，叫 Q 来，来二段 Q， 来三段 Q， 没事，他打不死我，你没有大吗？你自己吃吧，我不吃了，我要吃兵线，给你单吃吧。谁吃都一样，没关系。其实应该再撞一头的，再撞一头好了。我来个女神之泪，出个布甲还。谁吃谁谁，没错，谁吃谁谁，我不吃我不谁，你吃你谁，来吧。别吸我，你就吸兵吧，我不可能让你吸着的。上去找建模。其实我这把吧，虽然说杀建模杀的比较多，但是我们的兵线处理没有处理的很好，没有处理的很得当啊。我们只是杀他比较多，但是兵没有他补的多。那猴的英雄推线太慢了，有的时候杀完人没法推，不好推。
中路给我看着，看着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推一个上路二塔。来走位。 一个瓦斯，他现在已经有点上头了，发现没有？这小子已经有点拦不住了。我可上高地了，没有人，我可上高地了，哎！ 这两个人怎么飞出来的？哇，这五位，这两个人怎么突然之间飞到我脸前了呢？给我杀！哇 ，Q 他一下，剩下交给你了。哦，你死了。有没有跳弹？完了，吸血鬼要杀我了！完了，吸血鬼！完了 ，ADC 也死了，太人精了。 害人精了呀！这关键是佛爷哥，他非得要在那里杀人，你走不行吗？那佛爷哥才是个害人精，那佛爷哥非得在那里蹲人。 我马上到了。行，他们如果不来，我们去上路杀剑魔。不是为了救我吗？救个屁！他想反打。 为什么他的崩的地方跟我的崩的地方不一样啊？这波没杀了，300块没拿到。 我们继续带吧。我操，对面 AD 杀了9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不是，就你不来，他也打不过我呀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来，我到了，我们屁股后边掏千九啊！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不要着急上，这波没有大呢，还。 先把这吸血鬼杀了，Triple Kill。但是 ADC 过来了呀，这边 ADC 杀这么多人，佛爷哥没到，佛爷哥到了，他们全死。 这卡莎装备不错呀，但我们家三条龙了，已经，马上第四条龙都有了。嗯，那杀这 AD 这有点肥，这 ADC。
都没注意。我寻思我们家这，我这上路优势这么大，对面打野又没赶上过，这不随便打吗？我一回头一看 ADC 杀了十一个，这家伙。建模的闪现跟我们的闪现是同步时间啊！来发条美甲血魂卷，我先扫一下。没事，让他勾，勾不上来。就杀他吸血鬼啊！我先一走，转起来。这建模干哈呢？这为啥不敢打伤？还好个好的漂亮！哇，福爷哥给我杀！福爷哥 ，nice！ 我给你扛哪来？我们家 AD 满血。那剑魔他一下不点，真猥琐呀！啊，宁是真猥琐呀，宁！你来，你们猜中来，我猜上。算了吧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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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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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猜了容易出事儿啊！猜了小龙大龙容易全丢，不合适，不猜。直接走了。这家伙一直追呀、啊！这对面打大龙不能回家了呀！来剑魔可以试试能不能杀，先把剑魔杀了。我一过来转起来呀，千九，好千，好千九，千九是我妈妈，千九，谢谢千九，感谢千九啊！闪现 EAQ QQ Q 呢？没事，死了，死了大龙吗？可以大龙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他得回家守基地。千九救我们一命啊！出个春哥。哼，多少钱？不是多少钱，是他就是个傻子。我发现了呀，不是敌人，不是我们家太弱呀，也不是敌人太强大呀，是这段位就这样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千牛这种脑淤血的操作都能给他做出来。没有什么不可能，上一把我错怪卡牌了，对不起啊，我给卡牌道歉。你老给我这套干啥呀？我不想要还不行吗？我可以不要了吗？哎呦我千九死了，漂亮！他瞪你，必须给我杀吸血鬼！来，吸血鬼死了，我看啊，
这波得撤了，兄弟们。我 W 一手，别着急，他要 W 我们。哎哎哎哎，别死啊！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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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剩一身血。哎呦，这一手暴雨梨花针确实是越来越难受。来来来来，给你了给你了，你来回血。四换三，这发条的美甲欠魂卷也没啥用啊。卡莎没收集者，他没出。我这不太敢拆了呀，万一我死了又拖一波节奏，我们不拆了，等一等一会儿。我切卡莎呀，我还能不知道切卡莎吗？那卡莎搁那个基地里边呢，我也没法切呀。直接拆，那左边人有点多，直接拆。别老给我球了，给我球没用，我上去你也跟不上。先把塔拆了，跟我干什么玩意儿呢你？拆中，啥路破了，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往基地面前一呼，只要别被对面勾，一切都没问题啊。ADC 死了，死了也没办法，那死了能怎么办？这吸血鬼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干哈呢？你犯病了是吧？给我杀！那吸血鬼就血池都没有，还在那哈还要出来呢，还要出来呢，你是像个傻子似的，我瞅着就难受，还在那要出来。